呀，房租！我的天！房东先生，本来上周就该交这个季度的房租，感谢你的不催之恩。很抱歉，因为我最近遭到了宇宙级的暴击，遇到了魔鬼领导，害得我现在秒变赤贫，所以您这边的房租能不能暂缓支付？年轻人打拼奋斗，总会遇到难处。房租可以缓交，推迟3个月够吗？嚯，正好。你简直是天底下最 nice 的房东了。改天我请客，你想吃什么？好意收到，见面就算了。只用邮件沟通，你是在国外吗？在潞州，但是很抱歉，人与人之间还是保持点距离好。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明白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把你当哥们儿了啊！早点休息吧。提前祝你春节快乐，晚安。哇，好人呐，好人呐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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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是个好人。